原标题：日军伤亡大于我军的围篱战役，号称泰山军的国军打出了血性，这是一场被称之为中国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城市争夺战，这也是玉香桂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这也是中国十四年抗战中唯一一场日军伤亡人数大大高于中国守军的战役。爆炸军为了讲述这场战役，不惜拿出了多年未用。